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那时候做了第一张，最复杂的应该是给大象的那张，大概是用了8天左右，然后钉子应该在七万颗钉子左右，一般是3到5天，应该一共前前后后做了大概18张左右吧，现在在做应该接近20张吧，应该是10月份有一个作品展，现在在计划做。期待白昼，接受。